各位观众，小记者现在即将带给你的是史上最亲民的休杰克曼。好莱坞影星休杰克曼来台宣传电影，人还没现身，粉丝就已经挤爆台北信义区。咱们金刚狼人超级好，握手、签名、拍照全都来者不拒，实在是大写的亲民啊 ！Ladies and gentlemen, Mr. Hugh Jackman， 麦克风给我们的 Hugh Jackman 好不好 ？Hugh, welcome to Taiwan, welcome to Taipei, 欢迎到台北。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everybody？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我爱你，台湾。休杰克曼这次也大赞台湾美食好吃，在台上他也现学现卖中文。我要臭臭豆豆腐腐，豆豆腐 ，very sticky tofu， a whole sticky tofu， yes。I have a 16-year-old boy. It's like his bedroom. That kind of smell. 而原本也会一起出席活动的 X 教授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临时无法出席，虽然可惜，但能看到休杰克曼已经是非常满足啦。